2016年前哨战，陈文茜从总统大选的高度为您预测未来台湾2016大选赛局。11月29号晚间8点到11点，陈文茜特别主持《关键时刻的关键大事》，3小时分析。重量级来宾：沈富雄、李永平、许信良、孙大千、叶耀鹏、郭正亮、雷倩，台湾历届选举操盘手，真正的政论，专业分析，敬请锁定。